报载台南多所学校校名被恶意篡改案，警方强调任意篡改地标名称可能会涉及妨碍名誉等罪嫌，警方接获提告将依法就责，呼吁民众不要再任意跟风篡改，以免处罚。针对已遭篡改名称的学校，警方建议各学校可透过声明商家拥有权方式来取得 Google 地标管理权限，亦可向 Google 提出申诉方式来更正名称。针对本市辖内各级学校如有遭恶意篡改而无法改回正确名称情形，可与本局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联系，本局将会协助操作更正名称。